大家好，我是康利，我来自加拿大。我今年绘本创作的主题是中秋，我将中国家喻户晓的两个故事——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，同中国传统节日中秋结合起来，有了新的故事结构，设定了故事的主角 Lucy。通过她和妈妈的互动，加上舅舅的参与，生动地将故事情节展开。一步一步地为大家展现出传统故事在新时代的意义，告诫人们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团圆，为什么中秋要吃月饼。通过绘画的形式，诠释了中华传统美德，使广大海外华人，尤其是海外出生的华人二代，更容易理解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赋予的含义。祝福，团圆。家人平安，谢谢。哈哈。